那我们现在啊，我把镜头对准小美。OK，好哦，还是很漂亮。那好，小美，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好吗？你可以分享好的，背好景的，资料等等都可以。哎，稍等，嗯，没问题。好，全球的杰斯伙伴们，还有以及今天来了解杰斯的伙伴们，大家好，我叫小美，我是呢来自吉林省延吉的。那么之前的话呢，也是一个微商出身，就像刚才安妮姐在介绍的时候呢，以前我的微商还可以。那我是看到什么了，然后选择了杰斯这个平台。我会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杰斯啊，我的杰斯故事以及杰斯它这样的一个平台。首先呢，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其实呢，一开始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毕业，跟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找一个工作。当时是在天津的这样的一个韩企三星公司上班。那其实这个工作呢，也在我这样的一个周围人当中算，大家都说，哎，你找到一个好工作都错的感觉，但是呢，在我上班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发现我呢面临着跟大部分的上班族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工资根本不够花，因为我们就是付出跟回报首先是不成正比的，在这个平台嘛，相对来说，可能你非常非常的努力，但是呢，还是在为别人工作，然而我们的这个工资呢，还是几乎不变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工资，我们要交这样的什么房租啊，然后还要吃饭呢，然后呢又要去还一些什么房贷、车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钱根本不够花。我想要过一个挺好的一个生活，我想要去拼搏，我想要去努力，换取我一个更好的生活的质量。但是在这个平台，好像我再怎么努力也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在苦恼，在思考。这个时候看到了微商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呢，2013年开始做这个微商呢，那个时候呢并不早。微商其实最好做的是2014年、2013年这个时候，就你圈发什么你就能卖出什么。那我2015年做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挺竞争激烈了，大家已经开始有对比了。那个时候也是由于自己的一个认真的这样一个韧劲儿吧。也是在微商这个平台呢，收获了不少。那也组建了自己的一个国际的千人团队。那这个微商的话呢，也是做了2年多。那后来我又为什么做这个杰斯了呢？其实，去经营杰斯的时候，我把我的微商团队解散，现在呢在经营杰斯。这一个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跟我当初辞职做微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对我来说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在上班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的付出跟回报是不成正比的，所以说选择了自己的一种创业。那个我的第一个创业就是微商嘛。那然而在微商这个平台呢，因为卖货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可以看朋友圈嘛，哇，真的是越来越多。到了去年的时候，全是微商，那卖的人比买的人都多。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人可能就也不懂，就随便，哎，我想跟你挣钱，然后大家就开始囤货，就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变质了。我发现好多人说想要跟我一起挣钱，我也希望他们挣钱。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天津大学的研究生，他作为一个学生，一个月跟着我做微商，一个月能挣4万多块钱纯利润。可是呢，到了后来，我发现，哎，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大家手里面囤越来越货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画面。那这个时候呢，开始接触到杰斯，一开始呢是以消费者接触的，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是什么传销，是有一些偏见的，因为一开始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啊，我以为这个是什么要拉人头啊，哎呦，你不要拉我了，有点这样的一个感觉。但确实呢，也是由于啊，好吧，既然你分享给我，那我也尝试一下吧，就是一种简单相信的一个态度，先加入了。那服用了杰斯产品，有小紫袋儿，我刚喝这个叫 Mind 哈，跟这个差不多的，有紫色的。
喝了这个紫色的小紫袋喝了两周的时候呢，我真的发现我的身体呢在改善啊，像手脚冰凉啊，是这个，手脚冰凉啊，然后一些便秘啊，一些小问题在改善。那这个时候呢，我没有跟周围人去说，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心情好，所以说才感觉我的状态好吧，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睡得好才感觉状态好吧，有一点自欺欺人哈，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后来呢也是更加认真的去吃这个产品了。那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呢，我敢发自内心的100%的确定啊，这个东西对我的健康帮助很大。那么那之后呢，我就开始买给我全家人吃，买给我爸爸吃，买给我妈妈吃，买给我亲弟弟吃，以及我的男朋友吃。然后呢我们都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也是见到了效果。对，所以说呢我才对这个东西呢没有那么反感了。那去年4月份的时候，成都呢举办了一场杰斯的这样的一个会员的内训。那么在内训当时呢，其实我对杰斯怎么挣钱那个时候是不感兴趣的。那我为什么去听这样的一个培训呢？因为我听说当场来很多很多非常成功的人士。那其实我觉得即使我对杰斯怎么挣钱不感兴趣，那我在这些人当中我肯定是能学到东西嘛，就是秉着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内训。那也没有想到呢，非常的幸运，当时呢在这样的一个内训把杰斯公司的一个文化理念，它的一个符合趋势这些方面呢都是看懂了。然后呢我发现跟我之前想象的那种偏见完全不一样。之前的话真的是因为自己看不懂，所以说才看不起。其实我看不懂呢也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去了解过，只是随大溜，大家觉得这样东西不好，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跟着不好了。那为什么不好其实说不出来的。那然而我真心的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真的非常棒，比我做的经营的这样的各种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微商经理来说，我觉得这个平台呢真的有很多很多非常人性化的面。所以呢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就正式推出了微商，然后呢全身心的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经营杰斯。那其实呢也获得了9月份获得了整个大中华区的业绩增长前3甲这样的一些殊荣。那12月份呢也获得了杰斯的年度贡献奖里边的顶尖繁星奖，也获得了不少殊荣哈。然后去年12月以及今年的3月份呢也是连续获得了一个 GPS 的额外冲刺奖金，并且呢这一次的话呢下个月会带着我开始这样的一个扩展的一个团队，有8个伙伴一共呢去参加悉尼的这样的6天5夜的豪华旅游。所以说呢在这个平台呢现在真的是挺开心的，也觉得收获了不少。那接下来我今天的任务哈是为大家分享杰斯的魅力到底在哪儿，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它到底产品有多棒啊，以及它的奖金制度的魅力在哪儿。那接下来呢我会分这3大板块为大家一一的分享哈，我们一起看一下。那在讲解这3大板块之前，我想跟大家来一个互动哈。其实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大家陌生吗？并不陌生。大家翻手机微信的时候经常会出来一些什么哪边又怎么怎么污染啊，怎么怎么，很多那个微信里边也有那种新闻上来嘛，其实好多都是聊哪边的环境怎么样啊，谁又吃了什么怎么样啊。其实我们平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嘛，包括我所在的，我现在是在吉林省延吉市哈，这个是朝鲜族的一个自治州。那延吉市的话呢，我记得在前几年还被评为中国什么10大空气最好的城市怎么怎么的。那这2年呢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延吉的空气好，真的是空气越来越不好啊，像雾霾一样灰沉沉的，然后回到家以后呢鼻子里面黑黑的。那以及呢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啊真的不是很安全，而且呢营养成分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那其实最近有一个很火的单词叫隐性饥饿，那就好比我们平时接触手机啊，然后平时的一些消耗，那有这样的辐射吗，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营养。那包括呢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吃一个鸡蛋跟现在吃7个鸡蛋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科技在发达，所以说呢这些种植的东西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在缩短啊，用科技在缩短。那这个时候这些植物呢它是没有时间充分的时间去合成营养的，
那所以说呢，我们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的营养没有以前那么多。嗯，那在包括我们平时的一些暴饮暴食，尤其年轻人睡觉不规律，吃饭不规律，动不动就叫外卖，真的很懒哈。然后再加上一些工作压力啊，生活的一些压力啊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平时的状态就像这个图片里面。那现在亚健康呢，也是越来越多，这些话题呢并不陌生，我们平时也在聊这样的一些话题嘛。嗯，那还有一个这个图片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哈，就是你早上想想回想一下，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像我的话，我是摸床，然后哎找开手机看几点，然后看看哎谁发了什么呀。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你晚上最后一件事呢？嗯，圈翻一翻，然后再把那个旁边摁一下，放到旁边，对吧？就是看手机。那一整天我们都是拿着手机，手机又没有电，也没有 WiFi， 就好像让我们很不安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平时坐在对面也会说，哎，去哪吃饭呢？去哪了？其实我们真的是习惯了手机，我们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离不开手机。那提到手机的话呢，其实前几年有一个，因为现在互联网非常发达，前几年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前几年的话呢，像这个淘宝就是一个趋势。那然而现在的话呢，其实就像刚才安妮姐介绍的，最近的话呢，微商也算是一个趋势吧，这个呢都是互联网带来的嘛。嗯，那这张图片大家能联想到什么呢？像星巴克的 logo 啊，然后这个黄色的 M， 然后 7-Eleven。 那我们无论在世界各地哈，你只要远处看到一个黄色的 M，我们就能想象，哦，麦当劳啊，可以吃汉堡，对吧？啊，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世界上有没有比麦当劳卖的汉堡更好吃的汉堡呢？有没有？有没有吃过？肯定有的啊。那么这世界上有没有比星巴克销售的咖啡更好喝的咖啡呢？大家回忆一下，也肯定有的啊。那为什么偏偏这么多的咖啡呀、啊，什么麦当劳？这些公司当中只有星巴克跟麦当劳这样的公司成功了呢？为什么呢？那产品好啊，有好的想法，这样的人很多。那因为他们成功了，其实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已经非常成功的一定要符合这四大趋势的。首先它得是大健康产业啊，因为现在我们慢性疾病啊，什么亚健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刚才都有看到嘛，你吃的东西啊，你生活压力啊等等，都会导致我们这个大健康是一个很大我们要考虑的一个趋势。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它一定要嫁接在互联网这个平台，现在什么都是互联网加，我们一定要考虑是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三点呢，一定要普通人正常人也能够去经营的，这样的在家微创业很简单，每个人一部手机都可以做得到的嘛。那么第四点呢，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系统，就像麦当劳啊星巴克呀、啊、它要有成功的系统才能去按照那个系统去复制嘛。嗯，所以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杰斯这家公司呢，它就是符合这四大趋势的。嗯，那我们看一下杰斯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那聊到这里呢，好多人不懂，那杰斯你说了半天，杰斯到底是什么呀？杰斯是什么呢？我用这样三个图片为大家再总结一下，做一个铺垫哈，这样的话后边的内容就更容易理解了。杰斯呢，首先它呢是跨境电商啊，就像一个老外在中国的淘宝买了中国的咖啡，那这个时候老外语言肯定是只能看汉语，对吧？然而呢，你加入杰斯，你成了杰斯的经销商的话呢，你是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独立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网店，这个网址能看到哈，www.genesseglobal.com，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专属的一个网店。那你自己的这个专属的网店中间啊，去掉你的那个名字www.genesseglobal.com， 这个是公司的官网，你的专属的网店跟公司的官网是一模一样的。嗯，那淘宝是只有一种语言，然而在这个杰斯的你的这样的一个网店平台呢，它是有30多种语言的啊。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跨境嘛，
你是在全世界187个国家，你随意接单随意招商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它首先是一个空中的网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第二点，它呢是交互式营销。交互式是什么呢？大家回忆一下啊，平时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别人问你，哎，你这个衣服挺好看的，你这个衣服在哪儿买的？你就很自然的说啊，我在百货哪家买的。然后我们平时去吃饭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会拍美美的感觉，拍那样的一个氛围发朋友圈。人家问，哎，这个店不错，氛围不错，在哪儿？我们还是会去分享的。那其实我们平时都在做分享的动作。那你告诉了你的朋友你的衣服是在哪儿买的，你的朋友去那家店消费了，谁挣钱了？忙了半天谁挣钱了？人家老板挣钱了。那让老板挣钱的人，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的人是谁呢？是你的分享。所以说呢，交互式营销是什么？这个最近在欧美非常流行。交互式营销就是说，顾客也是老板，顾客呢他只要做这样分享的动作让老板挣钱了，那么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参与这个利润分配啊，也是最近中国在提倡的分享经济的一种啊。所以说很简单，顾客也是老板，顾客呢也能参与财富分配，这样理解就行哈。那么第三点我们看一下哈，第三点杰斯是什么呢？杰斯呢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个独立网店，你的这个网店呢可以在全世界招加盟连锁店，招分店，就像星巴克麦当劳这样一样，很简单啊。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杰斯这样的公司哈。其实我们首先考察一个公司之前，我们肯定要看创办人的。如果说创办人只为了挣钱，这样的平台大家也知道哈，应该不是会很长久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两位创办人，这两位呢是夫妇，他们呢是犹太人。那这位男士呢叫 Randy， 他呢曾经参与了美国 NASA 宇航局火箭发射的这样的一个编程。然后这位女士呢叫 Wendy， 她呢是精算师，也就是数学家中的数学家哈。像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杰斯他到底怎么挣钱，他的一个奖金制度呢就是由这位 Wendy 女士呢亲自设计的。那在这里大家也能看到哈，她呢在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佼佼者，连续三次被行业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杰出女性啊。这个就是公司的创办人。那这家公司到底有多牛，那我们肯定是要看客观的数据嘛。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的一个营业额啊。这家公司呢是2009年建立的，那么前五年的时间，我们看2014年2015年的时候啊，六年的时间它已经突破了年营业额10亿美金，已经突破了10亿美金。所以说呢好像这家公司还是有实力的啊，产品好像还是被认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那其他的做大健康这样一个行业的这些公司，他们想要达到年营业额10亿美金都花了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速度哈。第一个是安利啊，安利呢花了21年，第二个雅芳花了86年，然后康宝莱24年，玫琳凯呢是33年，如新是最快的，如新呢是花了20年。那这个呢就是这几家做大健康啊这样的一些公司的一个速度的对比。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哈，杰斯是6年啊，那有没有6年的时间就突破年营业额10亿美金的呢？那其实呢美国历史上呢是有这几家互联网公司的，像苹果啊，苹果手机我们大家在用嘛， Facebook 啊，然后亚马逊呢，eBay、 Google 这样的跟互联网有关系的公司，它的速度才能达到6年内就突破了年营业额10亿美金。所以说呢杰斯的速度跟苹果的速度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我可不可以这样的说，苹果在高科技领域的地位跟杰斯在大健康领域的地位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实力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图片哈，六年内就能够达到年营业额10亿美金的公司都有哪家呢？刚才我们提到过哈，这些家公司像亚马逊啊、苹果呀、然后脸书啊、Google。那我想问你，这些家公司这么强大、这么成功，你想跟人家合作，成为人家的经销商，可能吗？不可能的，对。然而呢在杰斯同样实力的一家公司哈，你只要付29.95美金这样的一个网站管理费，你就可以拥有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网店啊，你呢就可以跟这家公司进行合作。那比如说苹果手机你用的好，你朋友问，哎，最近我看那个苹果出来那个什么，那个是叫X对吧，
啊，怎么样？然后你说啊，我用了一段时间挺好，然后人家去苹果专卖店去买了，还是公司在挣钱，你做了分享，你什么都没有。然而在杰斯呢，你也是一个消费者，你用的好，你分享，公司呢是可以跟你进行这样的一个利润分配的，因为它是一个交互式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那它到底产品啊，产品到底都有什么样，产品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哈。首先呢，杰斯呢它是分为两大系统的，就像飞机，飞机是有两个翅膀的，对吧？那一个翅膀呢是它的产品，另一个翅膀呢是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也就是它的一个可以说奖金制度，这两个都要非常有实力才能很安稳的这样的一个去飞起来。那接下来第一个叫领先世界的生物科技细胞拥抱管理系统，这个呢我们也叫产品啊，也叫生命工程啊。那么第二个全球电子商务平台交互式网络系统，这个呢我们也叫管道工程啊，一个是产品，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奖金模式。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产品啊。那我们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导演是谁？如果说是冯小刚导演的，你会挑吗？啊，不会的。那我们看一本书的时候，也会看作者，对吧？那其实我们看一些产品的时候呢，也是有必要看一下它背后的研发团队的。那么这四位呢，就是杰斯产品的最具代表性的四位啊，这样的一些研发团队啊。那么第一位的话呢，在这里也有介绍哈，讲帕帕博士。那么这位呢，他也是获得了2014年诺贝尔奖提名啊，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且呢，他是美国抗衰老协会的第一任理事，以及呢，他是美国 NASA 宇航局的总营养顾问。大家知道太空人，飞天上的太空人是最贵的嘛，因为被投资很多。那么太空人他们平时吃什么，都是要由这位博士签字才可以吃的。所以说呢，非常非常有影响力这位人。那他呢也获得，前不久获得了爱迪生奖。爱迪生奖呢获得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少，他也是跟乔布斯一样获得了爱迪生奖。那接下来呢，第二位叫纽曼博士。纽曼博士的话呢，他主要呢是我们杰斯公司的护肤品的这样的一个研发人啊，一个代表人物。他呢也是有着全球干细胞之父这样的一个称号的人物。那么在美国比弗利山庄富人区呢，也是有自己的独立的医疗诊所的。那平时呢，只接待好莱坞明星啊，像一些政界人物呀，非常有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费用很昂贵，而且呢想要预约得排到3年之后。那这一位的话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人物啊，因为前不久去年年末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有一个对成人干细胞这个领域的一个报道，当时呢被采访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纽曼博士啊，可想而知他在这个领域是一个代表人物。那其实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位女博士，叫丹娜啊。那么这位博士呢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啊，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的直属领导人，所以大家呢想要去美国总部去考察的时候可以住到他们家。那并且呢由于公司的四大学顾问就是我们团队的直系领导人，所以说呢有一些公司的内部消息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第一时间获得这样的一些资讯的。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对纽曼博士的各大媒体的一些报道。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款产品护肤品好了啊，这里面写的非常的好，市面上唯一同时能修复和再生的这样的保养品。那平时我们去专柜啊，你回忆一下你去买护肤品的时候，人家先问你，哎，你是什么样的肤质，你干性啊，你油性啊，因为我们不同的肤质选择的护肤品是不一样的。然而呢，大部分的市面上的护肤品它只能给你做到修复啊，是很难给你做到再生的。那么这家公司的产品呢，它是可以让你的皮肤啊起到再生长的一个动作的。它呢是属于成人干细胞，干细胞也是分为三种的，植物干细胞、动物干细胞、成人干细胞。那这家公司的护肤品呢是成人干细胞啊，并且呢里面是有248种生长因子。大家平时应该听过兰蔻对吧，像兰蔻啊这个精华啊里边也是有生长因子的。然而这个兰蔻里边的生长因子呢只有10几种，价格是一瓶1000多对吧。那么这一个杰斯的产品的话呢里边有248种生长因子啊，它的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性价比高。比如说中间的这一个精华哈，以前在
比弗利山庄这个纽曼博士的医疗诊所，当时是卖到一瓶精华哈$1,660的，是10,000多人民币的。然而现在的话呢，公司相当于把这些专利都买断了，只能在我们公司的平台销售。然而这个平台又非常的大，全世界你都可以销售嘛，所以说呢，大量生产把它的单价啊已经降低到几十美金。从10,000多现在只要几百块钱你就能用到这么高科技的产品啊。那你说的很好啊，具体它的效果怎么样，我们看一下一个效果图好吧。这个是从美国官网拿到的图片哈，非常的明显，它的皮肤呢皱纹少了很多，也非常的饱满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洁丝产品的一个效果。那有的人说这样的是不是 PS 的，是不是造假的呀？那其实官网的图片呢是不可以造假的，那如果造假的话呢是会有一个巨额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我们再看一下真实的哈，因为像我也比较谨慎，你给我拿一些图片的话我还是会那样的，所以说呢我也是自己亲身体验了我自己的皮肤的变化，以及看到了通过我的分享加入的这些会员的一个皮肤变化。像这个图片呢也是我直接分享进来的一个会员哈，她呢是天津的啊，也是在三星公司上班的一位姐姐啊，以前也做过微商啊。那么她的话呢就是给我的印象特别漂亮，唯独可惜的是脸上痘痘很多，大家周围肯定有那样的人，轮廓特别清晰，每一个眼睛鼻子嘴都长得好看，就是哎皮肤不太好啊。那她呢就是简单相信用了一段时间这个护肤品，用了1个半月的效果，就是这个图片当中的能看出来哈，左边的这样啊，然后1个半月以后呢皮肤是往上提拉的，年轻了很多，然后像黑眼圈啊，然后什么法令纹啊，痘痘啊，就整体变化非常的大，尤其是她周围的同事和她的老公经常说哇你皮肤现在变化很大，都问她用的什么。这是洁丝产品不说话。那接下来再看一下哈，这个呢是洁丝所有的产品当中科技含量最低的，叫2分钟去眼袋，2分钟就能把大大的眼袋给去掉。那其实呢这边也是有一个视频的，这个视频非常非常让人惊讶，2分钟的视频，如果感兴趣的话各位可以跟自己推荐人要一下这个视频啊，做好心理准备，因为非常神奇。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拿到了也是我的会员的啊，我直接分享给了一位会员的他的妈妈。这位阿姨呢是80多岁，大家能看到哈，眼袋啊皱纹还是很明显的哦。那么当用了这个2分钟去眼袋以后啊，2分钟后的一个变化也是非常明显哈。所以说呢，这些阿姨用完了效果以后，哎，很开心，感觉年轻了很多嘛，然后开开心心的出去呢，围一个美丽的围巾去见这个朋友了。那接下来这款产品呢是 NV 啊。NV 呢它呢是全世界的唯一的喷雾式粉底啊，也是可以护肤的这样一个粉底。大家平时都用什么粉底呢啊？像我的话，我之前是我比较习惯用那个迪奥的粉底，但我觉得也是遮瑕呀什么都挺好的啊，然后一瓶也是500多块钱嘛。但我用那个时候呢我没有感觉到不好啊，有对比才有伤害嘛。后来我觉得那我今年节思我怎么也得用一下这样的产品嘛，后来我就开始用 NV 了。那我现在也是用 NV 的一个状态啊，用了 NV 以后呢就感觉皮肤没有以前那么闷了。我用以前的护肤品闷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习惯了，然而用这个洁丝的这个 NV 以后皮肤呢是可以开始呼吸了啊。那么这个粉底呢它也是可以护肤的，那平时有的时候晚上真的特别懒啊，哎呀好不想洗就能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再卸妆，当然这样不太好啊。但以前我做这样动作的时候呢，皮肤第二天非常不上妆，很红啊，因为皮肤薄嘛。然而用了这个 NV 以后的话呢，即使我带妆睡觉，第二天起来再马上补妆上妆的时候呢，觉得皮肤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说呢非常的棒。那这款产品的话呢也是有不同的颜色的，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肤色的啊，这样的一个颜色哈。那么这一个图片就是黄人种、黑人种以及白人种他们用到的这个 NV 以后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内服产品哈，就是我非常受益的这个叫小子弹啊。这款产品呢也是这家公司的一个明星产品。
那么这款产品啊，之前的话呢是为什么被发现的呢？因为上个世纪呢，全世界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呢，哎，法国人他们平时吃那种鹅肝的牛油啊，但是按理来说他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应该很高，因为吃高胆固醇这样的一些食品嘛，然后他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很低啊，然后这些科学家呢就通过驻扎呀一些各种研究，发现答案呢就在法国人的一个饮食习惯。他们爱喝红酒，红酒里面呢有一种成分叫白藜芦醇，它呢就是会有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这方面的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效果啊。那当时呢是轰动了全世界。那杰斯的这一款产品白藜芦醇哈，你不要小看它，你喝一包，每天你喝一包，这一个的话呢，相当于你喝了186瓶。红酒里边所包含的白藜芦醇哈，是这样的一个含量。那这里边也有介绍哈，它有什么抗菌消炎呐、啊，然后抗自由基啊，什么很多很多功效啊。看这个说明，大家能看明白。那其实在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部分哈。有的人说，哎，抗癌抑制肿瘤，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哈？那我们大家看一下哈，其实呢，这个在医学界呢是叫断血疗法。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正常人身体里面都是有癌细胞的？那当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啊，有一些压力啊，然后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下降，体内呢就会这个癌细胞就会倍增。那当这个癌细胞它变大，慢慢的变大，超过3毫米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分泌一种东西叫尿激素，就是这个圆圈，第二个图片圆圈下面灰色的这个点点，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这个尿激素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啊。这个尿激素呢会刺激你正常的血管，刺激你正常的血管干嘛呢？让它长出一些毛细血管。那你这个毛细血管呢，它会把你血管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呢输送到癌细胞里面。那你的癌细胞呢就能吃到食物了，这个时候癌细胞呢它长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它能吃到营养成分了嘛。那然而白藜芦醇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中和这个尿激素的，并且它可以切断这个毛细血管。那这个时候这个癌细胞它就吃不到营养成分了，它就饿死了，它就开始凋亡了。那么这个叫在医学界呢就叫做断血疗法，白藜芦醇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真的是对这个抗癌啊抑制肿瘤是有很好的这样辅助的一些效果的。那既然白藜芦醇这么好哈，那为什么没有听说过白藜芦醇呢？好像没有听过对吧因为呢白藜芦醇这个非常非常好这样的一个成分哈，但是现在的科技来说，全世界只有5家公司能够将白藜芦醇成分提纯，3家美国，然后1家在德国，另1家在日本。那杰斯呢就是其中美国的一家公司。那这么5家公司都可以生产出白藜芦醇，你们的公司有什么优势呢大家肯定是好奇的嘛。其实呢它呢是有2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优势的。第一个呢它是复方加成的，也就是说这款产品这一包白藜芦醇刚才我们说了一天喝一包非常方便，你喝一包相当于你喝了186瓶红酒，你平时你能喝吗？肯定是不可能哈。那除了这个白藜芦醇这么好的一个成分以外，它呢还复方加成了巴西紫梅呀、绿茶呀、葡萄籽蓝莓、红石榴等等哈，就平时你吃这些东西都对我们身体好，复方加成效果肯定也是加倍的。就像我们平时用那个精油，单方的、复方的都有，那复方的功效更多，价格也是更贵的嘛。那杰斯的这个白藜芦醇呢，它也是除了这个白藜芦醇成分以外，也是跟其他的7种果蔬精华复方加成的，所以效果呀、口感呢各方面也是会更棒的。那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呢？它的一个吸收。再好的东西如果你吸收不好那就浪费了，就排出去了对吧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右边的一个图表哈。一般我们吃药片呢药丸胶囊它的吸收率呢只是在30%以下很难就是完全被吸收。然而杰斯呢它是采用了悬浮凝胶技术，那这款产品呢我们是含在嘴里的，每个人味道也都不一样，非常的神奇哈。那这个吸收率呢是可以达到95%以上的，几乎都可以被吸收。那这么好的产品复方加成，然后呢吸收率还这么高，几乎都能被吸收，所以说呢好的产品好的科技然后吸收率这么高所以它这么棒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款产品哈，叫 AMPN。那么 AMPN 呢，它是干嘛的呢？其实呢 ，AMPN 如果说刚才我们介绍这个小子弹，它是给你排毒的啊，排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更加明显的话 ，AMPN 呢主要就是给你补充体力的。嗯，像大家如果平时感冒了呀，然后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在节食嘛，肯定是没劲儿的，然后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来一包 AM， 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包括我男朋友他最近也在减肥哈，那我也是在按时的给他吃这个 AM， 他吃完 AM 的以后的那种眼神都不一样，就是很他说有劲儿啊，这样的感觉大家是能感觉到的。因为 AMPN 都是给我们人体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这样的微量元素的，像我们平时听过的什么螺旋藻啊，什么冬虫夏草啊，这里边呢都是包括的。嗯，那么 AM 的话呢就是早上吃两粒啊， PM 的话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吃两粒，或者说你现在你要迎接一整天的工作了，你来两粒 AM， 现在开始你要睡觉了，你来两粒 PM 也是可以的。嗯，那这个 PM 的话呢也是我受益非常的明显，因为之前我做几年微商，就是经常熬夜，然后睡觉特别少不规律，然后有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就睡十几个小时，但就算睡了十几个小时起来也是感觉身体很乏，然后也没有休息够的感觉，嗯，就是睡得不爽，这个质量很低的感觉。那吃了 PM 以后的话呢，即使相对时间不是很久，但我也觉得哎，我好久都没有休息这么好了，就会提高你的一个睡眠质量。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自身身体营养吸收好，排都排得好，那睡觉睡得好的话，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个自我修复能力的。所以说呢，睡眠对我们身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款 AMPN 的话呢，它也是会预防一些基因突变，像李亚鹏啊、王菲他们的二女儿有兔唇，大家应该听过哈。那如果说他们在备孕的期间吃了一段时间 AMPN 的话呢，也会降低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哈，以前大家回忆一下。以前吃保健品的人是不是吃一大把？嗯，我看过很多吃一大把的人，问你吃那些你不累呀？他说啊，我吃一些这个我就饱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长期服用对胃呀、对肾脏啊是会造成很多负担的。那现在杰斯的这个 AMPN 的话呢，这样你早上两粒，晚上两粒，就已经包含了你所需要的所有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了，就不用再像传统像以前一样吃一大把了。所以这个的话呢，对我们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什么副作用啊，一些什么压力。嗯，那接下来非常牛的一款产品哈，这款产品呢，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市面上最牛的一款保健食品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产品呢，它买断了200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专利。诺贝尔医学奖专利啊，是这样的，这么领先全球的一个生物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嘛。嗯。以及呢，这款产品呢，它呢是全世界可以说唯一一个可以称得上是逆龄的产品，好像挺夸张哈。逆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哈，左上角的这样的一个这样打叉的一个东西哈，紫色的，它的墨这个就是我们人体的染色体。那我们的细胞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在细胞在分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染色体末端的这个红色玫红色的这个端粒这个东西呢，它是在变短，就像一个蜡烛一样，它燃烧的时候它会变得越来越短嘛。那我们的端粒它也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越来越短的。然而这款产品菲尼菲乐这款产品呢，就是让你的这个端粒慢慢的变短，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将它延长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说呢，这款产品呢是现在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称得上是逆龄的产品啊。那这款产品呢也是我看我周围的人在服用了这个菲乐以后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它的那种皮肤状态就感觉就脸好像在变平，那个皱纹也在减少，整个身体状态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款产品的话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款产品。那这三位的话呢，就是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这三位科学家。嗯，那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开始我拿出来这个黄色的哈，那我为什么喝这个呢？因为这款产品的效果非常快啊，它呢是会有一些缓解你的压力，
然后提高你的记忆力啊、专注力、学习力的。就像我现在面对着全世界的伙伴们在分享杰斯平台，那我肯定也是有点压力的，那我就来点这一套啊。这样的话呢，思维会变得比较清晰。所以说呢，这款产品呢，相对是比较适合，你觉得你是脑力工作者啊，这样的你的记忆力在减退啊，有没有就是哎，我好像手里面拿着一个东西，在找这个东西，或者说刚才那个门我锁没锁，就明明你做了一件事你还记不起来啊，然后那家店叫什么来着，一个名字也想不起来了。那像这种经常健忘的人也是可以吃的。然后尤其呢，像一些高三的学生要面临考试背很多东西，那这样的学生呢，服用这个产品也是非常明显的。我的一位会员的儿子啊，他呢就是服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呢，主动跟妈妈说，哎妈，我觉得我早上背的单词我中午都不想起来了。因为他们每天背的很多嘛，他能够想起来了啊，所以说呢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因为小孩是不会撒谎的嘛。嗯，然后这款产品呢，像年纪大的人服用这个产品的话呢，也会防止老年痴呆然后像一些记忆力减退的一些什么那叫什么怀孕什么傻三年嘛，就是生完宝宝的这样的一些妈妈们也是可以服用的。然后比较焦虑呀，然后这种人的话呢也是会给他安神。那这款产品的话呢，其实是男士们的最爱，男士们很爱。为什么呢？因为这款产品有一个称呼叫解酒神器啊，就是喝完酒以后呢，如果服用这个 Mind 的话呢，解酒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嗯，那有一些男士同胞哈，在后半夜打游戏，然后脑袋因为后半夜脑袋越来越迟钝嘛，其实来一包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哎，我现在脑袋能转得起来了啊，这种反馈非常的多，所以说男士们特别喜欢这款产品啊。那最后一款产品呢，叫 ZenBody。这个 ZenBody 这款产品呢是塑身产品，那它跟市面上的减肥产品不一样。市面上的减肥产品可能短时间内让你减了一些斤数，但其实呢是减我们的水分的。但这个 ZenBody 的话呢，它呢是把你身体的脂肪很健康的转换成肌肉。那像我韩国的会员的话呢，他呢一开始服用了这个产品，服用了两个月的时候，他整个人体重是减少了2斤，但周围人都说他变瘦了啊。他之前呢是穿那个28号的裤子，现在穿26号，所以说呢，同样的脂肪跟同样的肌肉 size 是不一样的嘛，把你的脂肪转换成肌肉，那你身体那种形状会变得更好看的啊，是这样的一款产品。那如果服用3个月左右的话呢？易胖体质的人也会变成易瘦体质，那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塑身产品。嗯，那所有的产品分享完了，产品就这么少啊。像我们外用的护肤品，然后还有呢给我们排毒的这样的一个配权，还有呢刚才说的 AMPM 是给我们补充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的，然后飞乐它呢是延缓我们衰老的，让我们变得年轻的。然后这个黄色的 Mind 的话呢是提高我们的智能，就是唯一全世界唯一一个修复脑神经的产品。然后这边红色的 ZenBody 这些产品呢是塑身产品，然后就是2分钟全带，效果非常的明显哈。好，那这些呢以上就是杰斯的产品，产品非常非常的少。大家回忆一下哈，刚才我们有提到6年这家公司呢6年的时间就突破了年营业额10亿美金。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题哈，大家如果去开一个超市，你希望产品多还是产品少？肯定是希望产品多，对吧？因为顾客如果不选这个，也许会选择那个呢啊。然而杰斯的产品就这么少，它怎么可能做到这么短的时间突破年营业额10亿美金呢？说明产品的效果，对吧？嗯，如果你今天你消费了，产品效果不好的话，你还会在这消费吗？不会的。啊，所以说呢，光看这个数据，很客观的数据，我们就能够一起分析出来，这家的产品还是很有效果的，消费者们还是愿意再重新购买、再重购的哈，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那产品的少，它有什么优势呢？不像很多平台可能哇，产品非常的多，哎呀，什么锅碗瓢盆啊，然后我用都没有用过，那么老多产品，名字叫啥我都不知道，每次搞得头好大哈，好像我要成为学霸一样。但在这个平台，产品这么少。所以说呢，非常容易复制。你想要复制，肯定是越简单越好嘛。产品少也是这家公司我选择这家公司的一个原因之一哈。那接下来产品我们大家也看非常棒哈。那它的奖金制度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看一下它的第二大系统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平台到底什么样的模式，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奖金制度哈。嗯，那
杰斯的奖金制度呢是分为这五种的啊。第一种呢叫零售奖金啊，很好理解对吧？第二种的话呢叫推荐奖金，也就是说你招个会员啊，会推荐奖也非常好理解。那第三点的话呢叫对碰奖金，这块的话呢光听这个单词听不懂没有关系，我们待会儿一起来细细看哈。然后第四个叫管理奖金，好像你管理好团队就行哈，对，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第五个呢叫全球分红，全球分红的话呢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你达到一个级别的时候公司就把你认定股东，给你进行这样的分红。那这五个奖金模式呢它是分为两大类的啊，有一次性的收入。一次性的收入是什么呢？就是你工作的时候你才有收入，你不工作了你就没有收入了啊。持续性收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我任性，我出去晒太阳，我不干活，我的收入照样进来。说实话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脑袋里边只有一次性收入，我对持续性收入是没有概念的。那其实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是去成都，我当时打动我的一点就是持续性收入这个单词。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讲师哈，他分享自己选择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因吧。这位讲师呢他是教琵琶的啊，然后他的老师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有一天呢这个教授这位老师呢他不教琵琶了，然后这个讲师他就挺受挫折的，因为他的偶像那种像神一样的存在的那样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突然不教琵琶了，就自己觉得没有意义嘛。然后他就问那个老师为什么你不教琵琶了，因为这个老师他说什么呢，他的手伤到了啊，他就教不了了。然后他就说，那你说我的手伤到了，我的腿伤到了，我就不能去教别人了，那我一辈子要教别人，我不能保证我的手一辈子这样的去可以动吗？啊，所以说呢就他当时就明白了，持续性收入是什么，是有多有必要这样的一件事儿。然后这位讲师呢他也是开始慢慢接受这个领域。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故事对我的打击挺大的，因为我也经历过什么呢，像我做微商的时候一年当中我是没有假日的啊，唯独有一个假日是过年的时候快递休息我才能休息。我记得有一次去韩国过年的时候去玩，然后回来以后呢快递慢慢的恢复正常了，然后我就开始拿起手机，很不愿意拿这个手机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来找我，但是鼓起勇气打开手机的时候呢，哇，好多人在找我，我就突然感觉那个节奏，因为十几天我很开心，突然放松的一个状态，就照镜子的时候皮肤都觉得好，突然要面临我原来的那种生活，一打开手机觉得一堆人就突然就是抓着我的脖子一样，会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感觉，我好不想去工作，那肯定是没有收入的嘛，所以说我就持续性收入，那个时候对我这样的一个冲击还是挺大的。那其实经营杰斯的话呢我也主要看到的是后半部分持续性收入。那我们看一下这五块奖金制度哈，每一块呢我们大家都一起看一下。第一个的话呢是零售奖金，零售奖金是什么呢？零售奖金就是你卖货挣中间的这个差价，很容易理解哈，你有自己的一个网店啊，这个呢是你可以挣中间的差价的，你可以卖向全世界，然后呢在这个平台里所有人的会员价格是一样的，所有人的拿货价是一样的，这个呢就是第一个零售奖金。所以说呢你今天你卖出去了有差价挣，你今天没有卖出去你就没有差价挣，很简单哈。第二个呢叫推荐奖金，比如说你这个产品你非常认可，所以说你用的特别好，你用的量也够，你用的方法也对，这个时候产品就开始说话了，肯定会有人问你，哎，你最近用什么，你皮肤好好啊，那你会不会分享，你肯定会分享啊。这个时候人家也想像你一样变得皮肤好，他呢就想加入会员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因为他加入会员他的拿货价跟你才一样啊，他才会便宜拿货嘛。那这个时候他加入会员的条件是什么呢？他可以选择买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呢他就成为了会员。那买产品的时候呢是分为两种的，第一种叫套餐，第二种叫自选。就像我们平时去饭店吃饭的时候，那有很多组合好的套餐啊，可能相对有一些优势嘛，价格上啊等等。那你觉得这个套餐里面有你不喜欢的啊，你不喜欢这个组合，你也可以单点你喜欢的菜，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那如果说他选择了套餐的话，公司呢就会奖励你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奖金。如果说他选择的是自己选几款自己喜欢的产品，
这样的话呢，你会拿到10%到15%这样的一个百分比。所以说呢，推荐奖金就跟你在这个全世界你推荐了多少人，你推荐了什么样的套餐这样的有关系。所以呢，推荐奖金它也是一次性收入，你今天你招到了一个会员你才有收入，今天没有招会员你是没有收入的啊，很简单啊。那接下来对碰奖金，对碰奖金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右下角的这个图案哈，如果说您今天加入会员的话呢，你会在你的后台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图案啊，你的点位出来了，就是你的那个网店。那现在开始呢，公司会赠送你两个市场，左边的市场以及右边的市场。你招了一个伙伴 A 的时候，把 A 放到你的左边的市场还是右边的市场是由你来决定的。如果说你把 A 放到了左边的市场，接下来 B 来向你咨询了，那么这个 B 放到哪一边的话呢，也是由你来决定的。那这个时候你把 B 放到了你的右边哈，那么接下来 C 也过来跟你咨询了，然后你考虑到 A C 跟 A 是一个地区哈，那考虑到长远，你希望他们之间是有一个互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你就把 C 放到了跟 A 啊 A 下边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先来后到的，无论 A B C D 啊，谁先过来站位的话呢，谁就在上边，就像我们平时排队一样，是不可以插队的。那 C 比 A 来的晚， C 呢只能在 A 的下边啊，这样很正常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哈，无论是你左区市场的哪一个会员，或者说是你右区市场的某一个会员哈，只要有一个网店在有消费的记录，那么相应的积分呢就会上传给你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你组织里面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在分享，他们在招新的会员加入的时候，肯定是会买产品的啊。那包括他们自己产品用的好用完了，肯定会有重购嘛啊，再买。那我就认可这家的这个精华，我就认可这家的配选，肯定是会在这有消费嘛。重购的时候积分还会往上走。那接下来非常有意思哈，只要你加入会员以后，你每个月有60积分的消费。只要你每个月有60积分的消费，那么你之后加入的人的所有的积分都会100%上传给你的。那么60积分是什么呢？这个一盒啊是60积分，然后刚才喝的这个 Mind 啊，这个也是60积分，包括那个 AMPM 它也是60积分，包括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精华，精华呢也是60积分。那我想问各位，如果今天你不经营杰斯啊，就是你今后你也不会经营杰斯哈，比如说难道你就不用护肤品了吗？难道你的护肤品不是花钱买的吗？肯定是花钱买的，你肯定会跑到专柜去买嘛。那今天你只是换一个牌子消费而已，那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权都是提供给你的。那比如说这个月你买的多，你买了300积分的产品哈，那公司非常的人性化，它每个月60积分就够了，所以它会给你往后顺延5个月。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非常的人性化。或者说你一个月分享了一位伙伴加入，那积分也是不断的上传给你的。那我们说半天积分，这个积分到底要干嘛？肯定是要换钱的。那只要你自己亲自在你的左边的市场招了一位会员加入，你亲自在你右边的市场招了一位会员加入，现在开始呢，你就叫做合格经销商了。那你要是成为了合格经销商的话呢，只要你两边累积的积分够了，你就可以变钱了，你是具备积分变钱的一个资格了。那么具体多少积分变多少钱呢？只要你两个左边市场和右边市场哈，你两边堆积的分数同时超过了300分和600分，那这个时候就会扣掉这900分，然后后台呢给你35美金秒结，这个呢我们叫碰局。有的人听到这边的时候有点懵哈，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右下角的这样的一个图案。比如说 A 他买了一些产品哈，产生了200积分，那这个200积分是往上走的，你的这个点位左边也会堆200积分。那接下来这个 C 啊 ，C 他买了300积分的产品，那因为 A 在 C 上边，所以呢300积分会给到 A， 300积分会给到你的左区，那你的左边多少分了？200分加300分，一共是500分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啊，你的右边的市场只要有新人加入，只要有人在买产品，积分还是会往上不断的累积的。300分加20分，不可能是20分，300分加什么120分呢？什么加250分呢？分数一直越来越多的
啊，这个就是你不工作，只要你的市场里面有人在分享，有人在买产品，你不工作，这个积分还是会往上走的。那只要这个积分呢，同时超过了300分和600分，公司呢只扣加起来900分吧，只扣这900分，然后呢给你的后台35美金，这个我们叫做碰局，就是左边跟右边碰了一次，这个叫做碰局。那公司呢一个月最多是给你多少碰局呢？3000次的碰局。嗯，因为它肯定会设一个安全的上限的，因为倍增是非常可怕的。你招了2个人，两个人也各自招2个人，变成4个人了。4个人各自招2个人，变成8个人。8个人各自招2个人，变成16个人。这个叫做倍增，对吧？那这个倍增的动作进行了10次，你的团队就1000多个人了。那这些人再往下，每一个人只招2个人，动作倍增10次的话，你的团队就10万多会员了。那这10万多个人，每个人也只招2个人，这个动作往下复制10次，你的团队10.7亿个人了。那公司肯定会考虑到一个长久性，它不可能亏损嘛，它肯定要发个出奖金的，所以呢，它会设一个安全的上限。嗯，也就是说，给你一个月最多3000次的35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70万。那举个例子，你这个月你的积分堆积的特别多，你可以碰5000次，怎么办？这个月给你3000次，多余的2000次呢，顺延到下个月再给你。所以在这个平台呢，你越抠它的细节，它是越人性化的。在这个平台，你的付出公司是不会收回的。嗯，那这一块呢，这个奖金呢，它是有3个特点的。第一个呢叫积分无限带上传，也就是说啊，而且呢它是上下共享，就是你招了 A， 你招了 C，A 和 C 是不认识的。然而呢 ，C 产生的所有的积分 ，A 都能吃到。嗯，只因为 A 简单相信先加入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 A 和 C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一下啊，如果在以往的平台，你招了2位合作伙伴，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是没有的，或许他们俩之间还是竞争关系什么。然而在这个平台，那我们看一下啊 ，C 做得好 ，A 开心吗？肯定开心呢，因为 C 100%所有的积分业绩 A 都能吃到啊。嗯，那。上边的人做得好，下边的人开心吗？我们看一下啊 ，A 做得好 ，C 开心吗？也开心，为什么呢？因为 A 呢，他招了 A1， 把 A1 时间顺序放到了 C 的下边，所以说呢，即使 A 在上边 ，C 也是喜欢上边的 A， 因为呢，它是人脉共享、业绩共享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这个也是杰斯的一个非常非常具备它的一个魅力的一点。它呢是上下共享，不像以往的平台，只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在这个平台呢，大家把人脉都拿出来，是一个共享的模式。嗯，那第二点呢是全球一张网。全球一张网是什么呢？大家应该听说过啊，安利啊、如新呐、啊、也是非常棒这样的一些公司哈，嗯，非常的棒。但这些公司呢，它呢虽然做到全世界50-60个国家，但每一个国家呢都是独立的、区域化的。你今天在中国做的特别好。国外的人向你咨询，不好意思，他的业绩不能给你的啊。然而在杰斯这个平台呢 ，A 是美国的 ，B 是加拿大的 ，C 呢是日本的，嗯 ，D 呢是德国的，都有可能。全世界我们都是一个系统。刚才说了，就像星巴克、麦当劳一样，你就是一个网店，你可以在全世界招加盟连锁店，嗯，那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就看你怎么发挥。那接下来呢是积分永不清零。积分永不清零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你在这个平台有每个月60积分的消费啊，也就是说只要你是这家公司的爱用者就够了，你没有任何更多的投资。那现在开始你之后加入的这些人的所有的积分都给你啊，而且是不清零的。嗯，这个就是积分永不清零。这个呢也就是杰斯的第3个对碰奖金哈。那么复习一下这块，最多一个月可以挣70万，怎么样？还不错哈，应该大家觉得还不错。哇，一个月70万，那一天也是2万多，还不错啊。那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杰斯这个平台呢有很多企业家，那这些企业家呢，其实他早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收入。他们选择杰斯呢，其实是因为后边的这样的一些收入，比如说这个管理奖金。那管理奖金是什么意思呢？你今天你觉得这个平台好，你加入了，然后你把这样的一个机会分享给了需要机会的 A， 你是不是在帮他？你给他提供了一个创业的平台，你在帮他。嗯，那 A 呢，他现在开始他赚多少钱？刚才我们说的对碰，对吧？他在这个平台赚了多少钱的对碰，
公司呢直接奖励你他挣了钱的 30%。 那 A 会不会不平衡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A 他挣了10万块钱，公司奖励你3万块钱，这三万块钱是哪儿来的呢？不是说把他挣的10万块钱啊硬拉硬拽给你3万，只给他留7万，10万100%全是他的，公司额外再奖励你3万啊30%，所以他不会觉得不平衡。反而如果他一个月挣了10万块钱的话呢，那还不错嘛，所以他肯定会感恩你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你也会感恩他，因为由于他的付出你会从公司拿到这样的相应的奖金吗？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之间这样真的是修复了一个人性哈，解决了之前那种竞争啊就是不好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其实在这里我还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这里边呢是没有脱离关系的，这一点的话呢考察过各种平台的伙伴应该是比较在乎的哈。好，那我再重复一下啊，在这里是没有脱离关系的，但是它是可以超越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你把这个机会分享给了 A， 那么这个 A 呢他比你更能够看懂这个平台，所以他肯定是付出更多的，那这个平台付出多回报肯定是更多的，那么他的收入会超越你，但是他挣多少钱公司永远会奖励你 30%， 相应的 30%。 所以呢他超越了你，他挣得越多你也挣得越多啊，这个呢也是不尴尬的一个现象哈，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呢也是不会受影响的。那么这个 A 呢是你直接分享进来的，所以说呢 A 叫你的一代，你的一级网店， B 呢叫你的二级网店啊，因为 A 分享了 B 加入，那你可能跟这个 B 不认识，但是 A 把 B 带得好，那么 B 的收入跟你也是有关系的。那么 B 呢又招了 C 进来， C 挣多少钱公司也是会奖励他挣了钱10%。那 D E F G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真挺懵哈。那我做一个比喻吧， A 是什么呢？是你亲生孩子。 B 是什么呢？是你的孙子孙女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 C 是什么呢？是你的曾孙子曾孙女这样的一个感觉。 D 是什么呢？ D 的话呢是你的曾曾孙女曾曾孙子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他们在这个平台挣多少钱公司呢也都是会额外奖励给你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就跟你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这样的一个概率是有关系的哈。那以上的话呢就是管理奖金。那么最后的话呢它是有全球分红。全球分红是什么呢？大家也看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哈，非常非常的惊人。它的这样的一个年营业额公司呢每一年都会拿出来分给谁呢？分给只要你在这个平台做到钻石以及钻石以上，那么每三个月每一个季度也是一年四次哈，公司都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利润的分红。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别的平台呢进行分红的时候呢是利润的一个分红，比如说大家合伙投资了100万，今天只挣了100块钱，那分100万还是100块钱肯定是利润了。然而在这个平台那这家公司呢它进行分红是拿营业额分红的，可想而知这家公司呢对自己产品啊非常非常的有自信。流水账营业额嘛。那钻石，有的人对这个钻石是没有概念哈，钻石我需要做多久呢？是不是遥不可及的？其实呢我们团队的威廉钻石呢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哈，也是从这位老师这边学到了很多东西。威廉钻石老师呢他花了1年8个月的时间就上了钻石。那威廉老师的推荐人叫李莹老师哈，李莹老师呢也是花了1年半的时间就做了钻石。所以说呢在这个平台呢真的是可以做得到这样的一个级别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是旅游啊，旅游的话呢杰斯公司每年会奖励经销商2次旅游，在这个平台它是不分头衔和业绩的。像刚才我提到哈，下个月这个时候可能在悉尼了，那我带8位伙伴一起过去啊。那么这8位伙伴里面非常有意思，有一位竟然是消费者。那我经常开这个玩笑哈，你说在杰斯平台消费者团去这么豪华的6天5夜的旅游，其实呢也就是代表着在这个平台呢它是不分头衔和业绩的，那只要你想要还是很容易的。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杰斯的一个奖金制度。那可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我们刚才讲到了零售奖金啊，零售奖金就是挣差价，
第二点的话呢是推荐奖金，就是你招会员到这个平台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奖金。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你成为公司的爱用者，只要你换个牌子消费消费杰斯的产品的话呢，你之后加入的所有人的积分都给你，积分一直在进来，它够了就变钱，够了就变钱啊。那么第四点的话呢是领导奖金，领导奖金的话就是你挖掘人才分享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那么全球分红的话呢就是你做到钻石以及钻石以上的人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分配。其实呢通过以上公司也好创办人也好啊，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以及它的一个奖金制度啊都不错。那最后为什么我们选择杰斯，其实最关键的是在于这张图片。这张图片的话呢是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根据全世界的成功的公司啊总结分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哈。大部分的公司在前五年的时间它会面临一个成长期危险期，也就是我们平时会了解很多项目的时候会听到很多平台嘛，有没有发现哎几个月后这个平台没了那个平台没了，好像很多平台就是一开始让一些人挣钱，然后大家看到那个假象投了一些钱，然后过几个月哎这个平台跑路了没了哈，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这家公司呢它已经挺过了前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期，那么现在呢它正面临这样的一个暴涨期，而且呢暴涨期现在刚开始没有几年啊，暴涨期会有15年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还是处于暴涨期的一个开端部分。那现在蛋糕很大，吃蛋糕的人很少，这个蛋糕你想不想吃，还是说等过了这十几年以后整个市场饱和了，就像现在什么安利啊，虽然这些公司都很好啊，但是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有很多人在做了，没得分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做还是现在在做，那这个大家真的是值得考虑的一点哈。那我们选择一个事业机会的时候肯定是要考虑时机的，时机呢成败占40%啊，这个也是我在别地方学到的。那最后的话呢其实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是这四个象限，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大家应该听说过啊，其实简单分享的话就是这世界上分为这四种人，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种啊。像我一开始呢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学校的一些教育的影响，一开始呢我毕业以后正常上班啊，这个时候呢我是一个雇员，是一个职员上班族啊，跟其他60%的人一样，那为钱工作。这个时候呢我没有时间自由跟财富自由，为什么？因为就是经常是什么起不来呀，请假请不了啊，看领导眼色呀，想去玩也玩不了，肯定是天天关在公司嘛啊，没有时间自由的。然后呢钱挣到的工资是不够花的，没有财富自由。后来呢发现哎好像微商这个平台我做多少回报多少，这个时候呢我就选择了专业人士，我开始呢利用自己在这个互联网平台的一些经验交给别人，交给我的这些代理啊，然后呢去挣钱。那我靠我的时间和我的专业开始挣钱，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我时间自由越来越少了，因为一年当中都没有周末，只有快递停的时候我才能休息几天啊，好像也不是很开心。那钱好像是相对来说上班的时候挣了挺不错的收入哈，但对比我的付出真的是不值得的，而且最后呢把这个身体也是搞特别不好，只能喘息不能休息，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到位哈。那据说全世界最累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个第二个象限的人，专业人士啊，他们呢你说挣了钱吧，好像是挣了钱，而且最近什么行业整个大环境导致都干不动，没有以前那么干得动，这个大家应该有目共睹的哈。然后呢挣了一些钱但是身体搞垮了，搞得自己不是很开心，就算成功了那也挺可怕的，因为可能会再投资更大的点，再投资更大的点，钱呢钱到底到哪了啊。那其实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像企业家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系统下面有500人以上，这个时候呢你就叫做企业家了，你用一个系统去运作啊，有500人以上，500人的24小时为你工作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你只要有成功的方法和这样的系统去复制给大家就可以了。
所以呢，其实今天我在经营杰思，像我的组织架构呢已经超过500人了，所以我现在呢把自己定位成企业家，要好好运作杰思这样的一个系统。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像星巴克呀、麦当劳，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系统，非常成功的系统，已经做到全世界了。那杰思的系统也非常成功，那就看我们怎么去操作，多么用心，多么看懂嘛。那最后在这个平台呢，我想如果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个高度以后，那我们在这里面的收获呢，可能我们去投资到其他我们想要以前未实现的一些梦想啊，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经历以及我未来的一个规划。那其实在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现在处在哪儿，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啊。最后一个温馨提示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有的伙伴呢今天呢简单相信加入了，有的伙伴呢觉得对，比较谨慎，比较仔细，你想了想啊，那你5天后加入，不好意思，这5天之内加入的 ABC， 你错过了这3个人。你觉得你错过了多少？你错过这3个人吗？并不是。 A 左边的市场， B 左边的市场， C 左边的市场，无限发展的这3个市场你都错过了。你错过几个人就是错过几个团队。所以说呢，反正你护肤品肯定是要用的嘛，你就我觉得可以换一个牌子试一下啊，简单相信，先占位，然后呢再更加仔细的去考察。那么以上呢就是我总结了一下自己的杰思故事，并且呢你公司产品啊制度3块为大家进行了分享。那如果说有一些部分大家还是有一些疑惑的话呢，结束以后可以咨询邀请你上Zoom的一些伙伴。那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哎，谢谢小美啊，谢谢小美特别特别细致的这个讲解，我觉得对于这个可能就是老会员，对于老会员的话，大家再听一次，甚至都是一次很好的培训啊。小美讲的累不累？还可以，因为他讲的时候呢是特别有 passion 的哈，所以可见杰思一路走来是自己走的特别扎实啊。那我们就再一次感谢小美老师今天的付出啊，1个多小时的时间，一周一次。我们现在的空中教室呢就是这样，每一周每一天都有不同老师不同的课题哈。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此为止。明天后天每一堂课啊，搭配不同的老师，欢迎大家都上线准时收听。好，小美，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的好的，好，谢谢，拜拜，理解，拜拜，早点休息，拜拜，拜拜。